最近这几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整理这个家里，因为我们即将迎来我们家庭的新成员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宝宝即将在现在是1月10号，那我们的预产期是在1月14，所以只剩下4天，最近就会开始想说要给宝宝怎样的一个生活环境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心境。那最近我跟我老婆都花很多时间在洗这个小孩的衣服，最主要是我老婆啦，那我最主要都是在晾衣服，那我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婴儿的空间把它清空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婴儿的餐椅，虽然可能要带他长大一点的时候才会用到，那还有婴儿床，还有就是准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人生的新体验。他每一次都要用掉自己调这个纸袋吗？怎么弄？等一下，他捏的好用力耶！耶、，OK， 好了，一二三，嗯，一二三，嗯，高丽茶，嗯，听到老婆失望的声音，但是没关系。鱼吗？来看小杯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应该是甜汤吧，我猜。Yeah， 我喜欢的甜汤 ，Yeah， 开心。2、3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看一下，应该是某种鸡汤，哦，好香哦 ，Shit， 这么香，真的没有放酒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哦，好棒啊！虽然我们只有筷子，还是可以吃的。来吧，老公，开动了。啊，老婆不等了，来吧。也太帅了，完蛋了完蛋了，我老婆要比我帅。Keep up yo， What up what up What up， 最正妈妈视野，小朋友你刚刚在干嘛？同学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要去住院。要去住院干嘛？生小孩。准备生小孩。哦。哦、okay。略懂略懂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就是在录影。第一孕期的时候问你说准备好了吗？你在那边犹豫。现在呢？开始有感觉。嗯。有什么感觉？嗯。年纪就不一样。嗯哼。会很累哦，可是因为跟老公一起，所以不怕。好了，他是可以，就不要去办左手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个宝宝。